大家好，我是混沌。现在玩的游戏是 Pokemon Go， 然后那个有一个收藏家挑战哦。Pokemon Go Fest 札幌活力草原栖息地哦。那我查一只剑齿草，那个应该都野外找一找都有。好，剑齿草。OK， 这样就完成了。好吧，那就差不多这样了，大家拜拜。好的，看拜拜哦。想到啊，为什么我收完奖牌就想把它关掉？好，那还有一个奖励啊，这应该是花野猴吧？没有意外的话。那这个花野猴是我们这区的，应该是吧？对吧？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宝可梦，就对，随便的这样啊。地区限定宝可梦。我再看一下漏掉，不然要切三段。哦，没有啦齁，已结束。活力草原栖息地札幌 Pokemon Go Fest。 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，大家拜拜。